易道是什么？意为周易之道。古人云，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伦天地之道。天地之准，意为宇宙万事万物一切学问的标准逻辑。弥伦其中，则是画一个圆圈，因为圆周形无所不包，华夏文化之根基，易道之法则。易道，意指好走的道路，正确的方向。易道良马，使人御驰，就是坦途骏马便于驰骋的意思。易道的初衷，就是让听者自我觉醒，减少阻碍，顺风而行。易道也可谓易于引导之意，乐之动于内，使人易道而好良；乐之动于外，使人温恭而文雅。聆听一个时代的声音，感知多元文化的碰撞。易道思维，易道智慧。易空联盟最新北美剧场式演讲，期待你的加入。